好，表妹，我藏好了，转过来找我吧。那为什么有只鸡？哈它们能往上跑呀？哈，哈哈，啊，表哥。我怎么知道他们怎么能往上跑嘞？这居然有楼梯，先把上面的通通打死。没在上面吗？表妹，这外面还有玄机啊！哼，这个楼梯只是你看到的一层表象而已。表妹跳出去了。我掉出去了。表哥藏哪里去了？哎，我藏在最上面。最上面。对，这层楼梯是可以通向外面的，你不知道吧？哎，那只鸡走出去了，完了，表妹看到了。完了，鸡帮你找到出口了，表妹。但是它然后就会掉下去啊。不，还可以往上走，有楼梯的。我又掉下来了，没看见半空中哪里还有小鸡呀、往这一个你绝对找不到的隐秘地方。表妹，我这一直在里面的，表妹，我在你后面。表妹被骗得团团转。你这个坏人。